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海婷。今天我们来吃欧包。这个欧包是动物奶油的，而且这个欧包是我吃过最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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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好吃的欧包了。来，今天特地没让他给我切，而且好多，看到，哇，很松软，跟我自己就是买的那种欧包不太一样，就是网上买的啊，就是线下买的。喜欢看海婷吃甜品的双击，香而不腻的牛奶油，我就特别讨厌吃这草莓，因为它本身是甜的，再加上它还是蛮酸的，成了鲜明对比。嗯，真的好好吃，你们应该有吃过这种吧？好酸啊！啊，不过好吃。嗯，这奶油真的是绝绝子，真的最好吃。动物奶油，姐妹们去买甜品的时候问一下，有没有动物奶油啊？买动物奶油的绝对好吃。哎，受不了，太酸了。这颜值怎么样？这个？还可以吧，很好吃。哇，我都噎死了。还想不想看我吃下一个甜品？给你们安排上这个视频双击，还有一个超级超级大的欧包面包，双击，马上给你们安排拍给你们看，好不好？么么哒。